我不是跟你们讲了，我要尝试写一点东西吗？写一些个人传记，或者说写一些小说什么的。我想写一点东西，做点其他的事情，就开始玩无脑的。你要明白我的意思，这我不是买来玩的。 我操，有病一样的天使！原始人崇拜我，向我祈求怜悯。 忍受，该走了。这天使好凶，嗯，还好吧，他玩的挺一般的。 他玩的像个小丑，哪有人这样玩上单的？什么都不管就一直压着对面打，刀也不补，就越着兵线开个几套上来干你。你说他还怎么玩？你这到最后不还是你要亏？你还亏炮车线，这一波你也玩吃不到。 多兰顿是不好用，我是一时是买，我一时是我以为我打了阿卡丽，然后我就买了多兰顿，但是天使他们两个一开始阿卡丽是上路，他怎么这样子玩游戏？这怎么意思？哎，好烦。 这人就纯对线，他干嘛？人呢？掉线了？没了，是买本肯定不买 Windows 啊。 我要买一个办公用的东西。我两台 Windows 台式机，我再买个笔记本 Windows， 就为了坐在床上玩。它系统是一样的，而且笔记本它还不如台式呢。我买它干嘛？ 这人真发疯了，开心就好，我走了。囚禁我的人们
ally has been slain. Killing spree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买13寸，13寸太小了吧，看都看不见屏幕。那些天堂，那些无穷无尽层层耗叠的天空，他们在哪里？或者我去问一下好了，哎，他有没有那种线上设计师啊？就线不是有没有线上那种，就比如说他的那种工程师可以咨询的那种，我可以咨询一下他配置方面的东西。我才6级了。兵线没吃来之意，开始。这是个脚本。你死定了，我跟你讲。高手，我操，这个人的走位还行，应该不是脚本。脚本的走位不是这样的。脚本的走位比这个离谱多了。这应该是个高手，可能是个小代呀。那你们说到底，哎，我不想问你们的意见，我只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优势，就是你们用过麦克的，就说一下麦克的优势，他是不是真的就办公起来？就比如说你只要不碰那些什么，不过好像苹果他就本来就不是买来打游戏的。我操！你真是找死！不可以！是你的赦免，没优势。你们到底用没用过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你不要命了？哦，你也不要命。都不要命，都不喜欢活着。哦！触态、生态设置简单。哦，还有一个是应该是不会中毒，对吧？那差不多。我手机啥的用 iPhone 传输会很方便，那就对了。哎，我明天我去看一下吧。啊，又要出门啊？怎么这世界上的东西都这么麻烦啊？啊，还要出门？哎呦，我作为一个死宅，我真不想出门。
出门又要洗头发，又要做核酸，然后还要去挤地铁，然后还要看红绿灯，可能还会感冒。哎呦，好烦了！哎，有点不想出门了。怎么这？哎呦，那么麻烦呢？我真他妈服了，这两个人吵架了，我操！我能把头发剪短吗？不行，你看我头发留那么长，就是懒得吹。可以开车，我连驾照都没有。吵架了。还不如直接杀天使。这些平 A 英雄是真的好用啊，上头。嗯。买苹果要么就是有钱，要么就是屌丝，好面子装得很。我操，你这个钩子恶心。你说的对。跳舞气一下他们吵起来了。买个 CD 吧，买 CD 应该好一点。我短发的时候，你是说我短发吗？短发确实会精神。我不剪头发是什么？对于我来说，零社交，不需要出门，不剪头发最省钱。我操，上海剪次头发好贵啊！我又不想去给不认识的人剪我的头发。在三亚的话，几十块钱还好，啊，上海我根本都不知道他妈谁剪头发剪得好，剪出来可能不是我的样子。万一我剪个头发都不是我想要的呢？剪出来万一因为这个东西我不高兴，然后不高兴导致我一天的心情都不好。那一天的心情都不好，那万一对吧，心情不好再直播，然后直播又再遇到不好的事情，双重打击。那我剪一个头发我有可能得抑郁症的，那还是不剪了，所以我就留了头发。我分析的有没有道理，对不对？如果我剪的不好看的头发，然后你们又要笑我，然后笑我可能对吧，玩游戏碰到个打野来上路搞的，蹭我兵线蹭我镀层，那搞得我心情又不好了，那万一得抑郁症怎么办？这剪了个头发，我操，又花了钱，又剪的不对，又贵，我操，这剪个头发得抑郁症了，算了吧，还是不剪，剪头发干嘛？知道什么叫连锁反应？多米诺骨牌了，我操！不是，我真不是开玩笑。狼 buff 就要出来了，我好想我的托尼，三亚的托尼。而且我每次去玩，他都会请我喝椰子。虽然说这也是一种营销手段，但是那个人说话挺好的，容易相处。先升个十二级，剪刀输了还行。我操，他妈你玩花的！我的鱼大妹，你也想你的托尼每次都能刷朋友的卡，不用花钱理发。他干嘛呀？生气了？哎，兄弟，你别跟着我呀，跟着我蹭经验的。还是短点干练，女孩子喜欢，女孩子喜欢短头发的男生是吧？那我还真就不剪了，不剪了，呵呵，这样子刚好没女孩子喜欢我，哦，又可以爽喽，玩到40岁，呵呵，然后孤独终老，游戏不会背叛我，呵呵，刚好女孩子不喜欢那就更好。抱一台电脑他妈玩到死。当有人问起我这辈子有做了有什么成就吗，我说没有，我这辈子就打游戏，每天就打游戏，吃饱饭就打。我的纸片人老婆不会背叛我。跟你们讲话我操。
你干嘛要点燃他呢？我要死了，我操！哇操，这么帅的那个笨蛋猫咪，你先等我弄他呀，你再点燃，他点燃点太早了。你也是二次元，你看起来很喜欢有钱。哎呀，我都没社交，就没有社交，就没有人跟人之间的对话跟聊天。那没有人人跟人之间对话，就没有交流，没有交流就不会产生情愫，没有情愫那就没有，那你们两个就不会有喜欢的这个他一个流程。那没有这个流程，那你说我剪头发干嘛呀？啊？每天发发病不好吗？嗯，真是。别跑！想逃？好远的。主播网恋吗？不搞网恋。搞网恋干嘛？看不见摸不着。烦死！笑，我等下让你哭，你笑。我操，开大情侣，那么顶级。人生在世还是要做点事，所以我说我要打碟，我要拍点打碟视频啊，我想要写点小说呀，对吧？我想要剪剪视频，拍点 vlog 呀，那都是要搞一台新的电脑。那我现在问你们，我操，结果你们跟我说什么买麦克的都是装逼的，这聊天都没得聊的，聊不下去啊。我不光玩游戏吧，打什么碟，我前职业就是打碟的 DJ 的，只不过因为啊，这个就不说了，只不过因为我不是那个圈子的人。你再遇过来。我曾经有另一个名字。你他妈遇过来。还有个男枪。气死我了。打碟先买 keyboard， 那是什么东西啊？我有一台控制器啊。我有一台这个啊 ，Zone K2。哎，不过这个应该打碟的人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。我这个我也带来上海了。这台电脑一直放在角落里面，不是，这不电脑，这是控制器。我写点程序就可以打碟了。我写点那个键盘程序就可以打碟。很简单的，我下个软件连上去，编排一下曲目就可以了。但是一般直播不打，直播打碟有点下头，音乐风格这个东西不好拿捏。就比如说我只能比如说今天是什么风格的，然后明天是什么风格的。我是富二代，怎么就富二代了呢？你要知道我原来是做两份工作的，我现在只做一份工作。因为我太累了，我不能长时间做两份工作。我两份工作做了2017、2018、2019、2020、2021，我五年，对，我五年时间做两份工作。为什么做两份工作呢？
当然缺钱花是一个，第二个是我不住家里，我如果想要一些东西我得自己去争取，那我自己去争取我就不能太知道吧，就我平时白天上班晚上直播，我就不能，就我不住家里，那我就要为这些东西付出代价，住家里是有好处的，但是每个人家庭情况不一样。当然我不是说讨厌我爸或者我妈，只是说住家里有些东西它不方便，你明白吗？我这么说你们应该能理解我吧。那你就这样，你要想不被逼逼，那就是经济主独立咯，这是最直接的。你自己能出去工作，你爸妈就不会说你。你要是又住家里面，你又要住家里面，然后又要占着这些好处，对吧？吃饭不花钱，住房子不花钱，那你的代价就是不自由。当然我也不是说这个不自由每个人不一样，那有的人觉得他能相处得下去那就是自由的，那就爽，对吧？我操，还能省一笔钱，还能住家里。但是要是像我这样，我住家里住不爽，我不喜欢他们念我，那我就只能两份工作了，那就怎么办？我原来是在学校里工作，白天上班，下班就直播嘛，然后每天睡五个小时。我也是多线操作，当年真正的多线操作多人运动啊。我什么学历？有专科的，大专。学历这个东西只能最高决定你能去面试什么类型的，但是你工作还是要看你这个人，就是你的业务能力啊，尤其是你的，我觉得工作吧，察言观色有的时候，甚至说，就你有些工作你会察言观色，比业务能力要用得到的多，因为其实工作就是在跟人接触、跟相处过程中。肯定会啊！这什么伤害啊？一天睡五个小时，睡了五年。我现在想做一些别的事情。懂吧？这个就是一个概念。你住家里，你要想，就如果你住家里。有一个前提，如果你跟你的家里人就是有一些不方便的东西，比如说那你住家里，那肯定有的时候爸妈有的时候肯定会念你的，对不对？这个其实很正常，但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烦，你又不想住，那你就搬出去，对不对？你搬出去，那你搬出去这些代价，对不对？你自己交社保，自己租房子，自己吃饭，自己花钱。你全部都得靠你自己来，那你肯定就，我操，那这个直接难顶。我主要就是为了那么一点点，就是这东西，普通人真的就有可能，真的就是比如说什么，你像我爸，比如说什么，哎，他有的时候就有一点小啰嗦，但是这种小啰嗦可能你们觉得，哎，没必要，就是说，哎，他可能就稍微念了你一下，但是你放到我这里是，哎，我就觉得很烦，懂吧？就。那算了，我就说，哎，那我搬出去住吧。但是也没有闹掰，就我还是他儿子，他还是我爸，对吧？我还是会去关心他之类的，就会问他吃没吃饭，就有空还是会打个电话。但是我的意思是说，不是那种就有仇，懂吧？就是说我只是搬出去，就能懂吧？就是说我还是他儿子，我还是会关心他，他也会问我吃没吃饭，工作忙不忙，我也会问他说，对吧？身体怎么样？也会这样子。就不是有仇那种，就是说，就但是住在一起就是会有一点啊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讲，这东西我只能说这相同经历的可能才懂。是的，不住一起，但是还是一家人，有什么事情还是会商量的，就是交流。就只是说，我就想自己住外面，就我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，没人管我，
我想吃什么吃什么，我想什么时候倒垃圾倒垃圾，就我想不剪头发我就不剪头发，我现在想我想在家里不穿衣服走来走去，我就裸奔在家里面走来走去，我就光着身体去开冰箱。